我是钢管列车长的，2012年了，3月23号，新北淡水红毛车，14:26，出发就是领事的办公室哦，准备是领事的办公室，还有地球仪啊，一些书啊，然后他的砖找呢。城墙外的彩蛋，有吗？然后这是一栋而已，对吧？好吗？这是小小的地方嘛，那淡水红毛城。这边，哦，这边是淡水红。这个好贱，然后感什么的一大堆的，17:27。哦，然后介绍一下，哦，焚化炉，反正就是一个建筑材料的地方。哦，还有钱币 ，BOC。建筑工艺了吗？淡水红毛城用什么砌成的？啊，各位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也可以帮我在里面多多点个赞。我差不多逛的差不多了，这一栋也小小的逛。哦，还有那个，哦，它的那个世纪，中华民国政府1980年转交接。中华民国政府，美国大使馆代管，澳洲断交，澳洲大使馆，日本战败，暂时关闭。英国领事馆的。就是很像外交大使，现在的外交大使。人家说你的大肚肚一定要生了，10个月了吗？就那小哥那家，不是，帮我拿走。14:19了，小哥那家，拜拜。